谁说运动一定要出门呢？我想要与大家分享这一台 ZHT 的垂直律动机。运动呢也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在家里面运动的最佳助手就是选它哦。我现在在家里运动啊，都每天使用它，打造漂亮的曲线还有臀型，都可以轻松拥有。垂直律动机有液晶显示面板，让长辈或者是自己都可以方便的观看与操作哦。最棒的就是还有遥控器可以直接操作使用，最高每分钟呢有20赫兹，整台的机身呢只有9.1公斤哦，而且啊整台机子的高度是 11.5cm， 就是 11.5 公分，是真正的对友善长辈的高度。如果长辈想要在家里运动也绝对没有问题哦，完全不需要弯腰去按操作钮，只需要用遥控器操作定时或是增加它的律动的速度，真的超级方便呢。长辈想要在家里运动也没有问题，只要坐在沙发或是上面都可以有达到作用。对我来说呢，算是一台居家懒人最好的运动选择。在家里看电视或是追剧，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而且最适合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子呢，也可以让双腿的肌肉彻底的达到放松的效果哦。告诉大家，坐在垂直律动机上面10分钟，尤其是在晚上睡前，会让整个全身的肌肉达到放松，而且啊，连脸部的肌肉也会一起达到放松的效果。这个是我真的本人超爱的。10分钟过后呢，你就会觉得全身酥酥麻麻的，很舒服，非常的放松，真的值得大家试试看哦。这台垂直律动机不只是运动，而是全方位的养生，可以刺激全身性的循环，借此舒压压力，还有身心放松。另外可以搭配特定的动作来做训练，可以辅助加强核心的训练、锻炼平衡等等哦。还有想要练翘臀的，在垂直律动机上面也都可以做到，那就可以在律动机上面做深蹲，真的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让身体热起来，而且啊，每一组动作做12下，总共做30组，让你保证每天都非常的有感。垂直律动机最高的振幅有20赫兹，能够辅助高强度的运动使用，深度呢有3mm， 能够深度的放松肌肉最有感。第四，做过激烈运动后的小腿肌啊，最需要放松。还有女生经常久站，小腿更需要好好的释放压力。一整台的机子重量只有9.1公斤，一个女生就可以轻松的简单把它抬起来。我都会放在我们家的电视柜下面，收纳非常方便。最简单的操作，非常容易上手，所以呢，长辈使用也完全没有问题哦。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简单的运动，而且完全免担心运动伤害哦。而且啊，还可以省下家里的很多的空间，它收纳真的非常的简单轻巧。这一台呢，是我觉得 CP 值的律动机里面来讲，是最适合人体的频率，还有最深层的振幅，还有最轻巧的机身的重量。这一台呢，我真的是要非常真心的推荐给你们各位有正在考虑购买垂直律动机的朋友。如果你有看到这支影片，你有任何的疑问，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询问，我也会留言回复你。那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对这台很心动的话，你可以到官网上面去咨询，看有哪里可以就是可以先试用看看。因为我真心觉得它这台的稳定度很好，就算你不穿鞋子，还是你穿鞋子站在上面，都是非常稳固的。而且它下面是有小吸盘哦，所以不管你是放在跟我一样在地毯上面，还是在大理石瓷砖上面，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震到滑到别的地方去，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推荐给你们大家这一台垂直律动机哦。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还有分享啊，不要忘记帮我开启小铃铛哦。那这样子就可以追踪到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